今天的盗版游戏呢非常的牛逼，谁能想到呢，和平精英 CF 手游 CS 被一个游戏盗版了，直接实现了联动啊。哈哈，一看这游戏名，吃鸡战场枪战反恐，只有小小的 77.28MB 却实现了三款游戏的联动啊，今日盗版游戏 MVP 非你莫属啊。就冲这头套，一看就老专业了， CS 十年前的老头套都能给你盗版出来翻个新， CS 没给你打钱都亏待你了。光看右边的画风非常有吃鸡那味，但是一看左边，哇老非常的干净啊，一个大大的开始，一个小小的退出，这开始按钮是怎么就能放到吃鸡手游里呢？不知道还以为射击游戏里嵌套了一个休闲消消乐，左边消消乐，右边射击游戏，简称乐色游戏，完美。一进入这武器的选择界面，一种熟悉的感觉瞬间就扑鼻而来，这不就是之前的未知吃鸡战场的界面吗？没想到啊，这俩盗版游戏还整上兄弟了。进游戏你可能会好奇，这游戏怎么没有射击键呢？你这个格局就小了，自动射击省去你开枪的烦恼，免去你手速的残缺，专业啊。当然众所周知啊，盗版游戏里的小老弟呢都是各个屁股长眼的精英，那一个后撤步枪杆子一抡就是一顿乱射啊，虽说枪头没对着我但是就能打到我，这就是技术。当然这里头除了枪还有一把深藏功与名的小刀，为啥说它深藏功与名呢？对着空气连砍两刀，那敌人是应声倒地啊，这哪是小刀啊，连砍刀都没你好使啊。正当我提着这把砍刀杀进了这条小路，没想到啊，发现了一个小兄弟在这呢，在这推箱子，谁又能想到呢？好家伙，下一秒认识隔着箱子对我一阵狂扫，隔着箱子那是枪枪命中啊，气得我直接给他刮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现在一射。甚至还有小伙直接原地给我来了一手打鸟窝，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，这子弹怎么就射到我身上来了呢？难道我是鸟窝？打完几局，本来想消灭了这么多敌人，应该能够换上一把好枪了，一看余额差点没把我送走啊！好家伙，欠了11亿！我的妈！我这哪是打几局游戏啊，我这是歌里头买了几栋别墅吧，害怕啊。当然这游戏还有个地狱模式，本来以为就是个小打小闹，当我这一开游戏，熟悉的雪地走两步，看到一个恶愣子正在约墙壁，我这一抬手准备把他送走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果然是地狱模式啊，残忍。我是南博人，想看更多游戏视频记得关注我。